生做一半期，点点做你的记忆，爱你的心也过爱一世。真光辛苦啊，我今晚等你进后会啊。我的新贵姓林 Kelly， 还在不快清楚伊的野心嘛？早该将有过。在了我办的案件内底，有真侪老少辛苦比上善良的厝辈，有一挂甚至是翁某、兄弟伯囝，为着利益比别人相过嘛拢有啊。总讲一句，人清正真性命，即个就当作一个假事。这个代志伤过大啊！啊！你昨昏不是去看守所看丽云啊？哎，即摆情形安怎？伊真平静，我拢无怪你。而且伊讲，你是毋是要出面投案？伊拢支持你的决定。我知影，你一定真毋甘你太太。啊，不过我即摆是站在你辩护律师的立场，替你做上有利的判断。以你目前的状况。我想你还是暂时留在外口较好，所以我希望你莫因为安尼感觉自责。莫在。那凯莉那边，我也去了解一下。哦，多谢你，阿姐，你所为一切，真正拢会麻烦你啊。我差不多要来走。嗯。你家路会较顺利哦。对啦。今后尾门遐哦，较无人，而且无监视器。哎，随时保持联络。喂。华仔，老总你放心啦，我公司代理的产品哦。绝对予恁公司创造搁较好的业绩，免客气。啊，对啦，你唔通袂记得哦，暗时咱约买一饭。嗯 ，OK， 拜拜。请你吧。张明丽，你好。请问你是？我是裴建宏的委任律师。裴建宏，今麦敢唔是你走路啊？伊搁开来请律师。我是不是请的律师？你听看嘛就知影。裴建宏用百官牌做的药啊，来模仿恁代理的德国药品，互恁告。即马当你走路，伊的太太林丽芬去人收啊。我即马讲的有对无？既然你拢知影讲裴建宏，伊是安怎互告的？但是我想，咱即马就等法官判刑就好啊。在讲，你来找我创啥？我即马来找你，咱已经好好讲啊。那无到时闹到欢迎去哦，大家恁个大细声，安尼唔是加了亏了嘞。谢谢，多谢。不过即马检察官已经对人报起诉啊，我想即马应该从法院甲因的代志啊。民事赔偿的部分，你应该撤销告诉。你若是愿意放裴建宏线，我会替你找更加好的理由啊。就算讲到是裴建宏去予检察官起诉，在了法庭，法官一定会从轻量刑。我是安怎放过伊裴建宏？因为伊真照顾你，伊甘愿得失着伊的丈人，甚至讲甲伊太太拍歹感情，伊拢要留你伫伊的公司栽培你做经理。操心去啊！这代志，裴建宏拄到人就讲。假使你若认为讲你讲这话是要替裴建宏解决代志，那你叫伊直接来做律师就好。这点讲无冷静，那安尼伊的太太林丽芬嘞，伊去受到牵连，你敢会同情伊？你可能不知影，过去我踮伫伊公司，丽芬加点骂我歹面相。发生代志了后，把我身子吹破，你跟我讲，我为什么爱动情？一个怎解理伊哩？那安尼，
林丽芬的爸母嘞？伊的爸母应该对你真好，敢毋是？因两位老大人为着林丽芬的代志，烦恼到未吃未困，烦恼到破病的时阵，你敢有法度坚持到天光？我已经去过因家，嘛已经安慰过因两世大人。你现在要去安慰？都是相关系。我看是你的良心不安。你做律师的人，跟人处理代志，讲的应该拢是法律。要不过，自你入门到即阵，你讲的拢唔是法律，顶多拢讲一寡人情世事。我感觉你无像律师，比较较像乡镇公所的调解委员。多谢你的鼓励，因为调解委员比律师搁较敖。总经理，唔知你捌听人讲过情理法？在这个世间，做人爱讲人情，做代志爱讲道理。那人情甲道理都无法度的时阵，才用着法律。是啦，毛影。也毋过可惜，你是律师，也毋过是一个袂晓讲法律、敢若讲人情道理的律师。唉，这个批改方哦，实在有够低落的。请一个律师，嘛请敢会哩哩啦啦。张经理，你抓到我？好，我即马就来跟你讲法律。你是彭建宏公司请的员工，彭建宏，我伫专管处理伊公司的代理权。阿哥，你趁彭建宏住院的时阵，把伊得过药品的代理权放伫你家己的袋仔内底，安尼就叫做侵占，你敢知影？这个代志我拢唔知影，我刚才知影讲，家己搞签约人迄个是老董的，老董的替你签约，你双手抱抱的都无代志啊，是毋？唔是哦，因为这新的合约自头到尾拢是你甲德国药厂签接的，你才是主谋。你凭啥物讲是我甲德国药厂签接？我会安排你甲老董的对接啦。凭啥物？另外是彭建宏的委任律师，我会请你两位出庭，看你两个哦，安怎相骂，安怎相体。若是必要，我会请德国药厂的人来做说明，因是安怎会把彭建宏的代理权转给你。总经理，我看到时这个法庭哦，应该加较热烈才对。你今天老实讲，你安尼威胁我，彭建宏就无代志先。你唔通袂记，伊卖的是假药啊。那是因为你先侵占伊的代理权，伊不得已才冒犯恁的药啊。安尼想的做较重，这得要让法官判，才会准算哦。你讲来无唔对啦，彭建宏可能袂当无代志，啊，不过我看你这桌办公桌啊，嘛爱刷起拢啊来哦。啊，搁有，我若是闹到德国药厂的人来台湾替您作证，你想？应该有可能，让你继续代理因的药品。总经理，你敢有想要继续开公司做生意？我即马跟你讲的，就是法律，无半点的人情甲道理。安尼，你敢听？啊，不过你放心啦，那这项代志哦，有几条处理的方式。第一，你认错，把代理权还给彭建宏。第二，你提出告诉，跟我配合。甲彭建宏甲林丽芬的代志好好刷去。第三，甲第二同款，啊，不过彭建宏会赔你淡薄仔钱，算讲是道义上的关心。无可能，我就知影你一定选第四，就是你继续过落去，卖什么？啊，不过你都要想好清楚，咱一定会后会有期。因为刷落来就是我甲你的代志啊！对啦，总经理，我干嘛给你我的名片？啊，我想应该唔免啦啦，因为我看得出来你已经着车惊，你若着车惊，就家己去探听，刷落来就无我的代志啊！我先去背。已经走投无路啊！你是去倒位找这个律师的？
看起来我要较细腻。对啦，三宝啊，你回去然后拄到水童，甲伊讲，讲庙里有一挂委员呢，要找一挂信者，要去参加伊后礼拜六伫公馆的举办座谢晚会，到时会包我公司游览车收回去。这部分的车主甲饭费呢，拢还算你竞选的经费内面。嗯，这件代志，阮几乎应该是不赞成。阿怎讲？最近对手的民调低几多啦？阿因一定受空受胖，吼要听咱的空。恁若包游览车载人去参加做实验会，我惊吼对手讲吼，咱是发惊落工。这拢是信者家己愿意参加的，我也无法惊落工啊！你是惊啥？对手若硬要白白无你甲乌，咱一时嘛讲袂清楚，到时阵就算啦。过三档五档官司才拍赢，人吼议员做完一任嘛啦。讲到嘴甲全破。原来你是袂甘要讲这段生意给我做，才会出面斗紧紧啊！我是以阮支付竞选总部干事的身份吼替伊考虑啦，绝对无任何私心。你也别安想，我也无法度。哇，忝嘞！来，辛苦啊！来来来，饮茶饮茶。哇，好好来。啊，主席啊，甲民众沿路去拜票，感觉出来我的生命真正是愈来愈好啊！不管行倒位啊，选民的欢迎拢有够热情啊，连我嘛行一个。这吼拢是过去拜好名声吼所打落来基础啦。有真侪吼过去支持拜乡亲哦，今麦决定要来支持支付我呢。啊，当然啦，这内面嘛我这大姑啊吼，这总干事吼，这人过来替支付咧邮票啦，功劳吼嘛算真大呢。对啦，明秋，到时阵我若选到议员呐，我一定好好啊报答你的总干事啊。咱拢是家己人啦。莫遮尼客气，只要你唔通袂记的，选举目的就是为着要造福乡里，替乡亲哦争取过福利，安尼就好啊。那当然啦。水童啊，你唔免歪了想过早咧。选举这种代志咧，每一工拢在变哦。票拿袂开出来，也唔在输赢咧。做侪人输滴哦，家己的人去抢啊卡。你小公想？遐都你另外一个姑啊，三宝兄。金宝姐讲哦，咱庙一挂委员要招一挂信徒去参加你后礼拜六你公园办的做事晚会啊。到时阵要派因公司的游览车去，这部分的车钱甲便当钱，拢要算在咱竞选经费内底。我甲拒绝的原因真简单，我就是无希望对手讲咱是派行路工。水童啊！人讲输人唔输阵，输阵就歹看面啦。哎，我带一群信者要去甲你做事，啊，恁这个姑仔一直甲我当面斗，啥物意思嘞？金宝姐，三宝的想法我真赞成啊。先莫讲惊，让对方抹黑啦。即马每一条竞选经费拢掠真慢，根本就无钱掏去包游览车，所以三宝替我省一条，嘛无唔对啊。是当。到时人若伤少，场面是足歹看的。这我是袂烦恼啊，因为我即摆声势看起来，就算无动员，做事暗会场面嘛绝对了是滚滚啊。哦，啊，你的意思就是要我这个主位做赢人，拢免我你斗三工就对了吼。金宝姐，我毋是免你斗三工，因为我即摆性命看起来，我是百名当选的。姐啊，虽然讲你是我媳。也毋过希望你嘛对我小甲尊重一下。毋管安怎讲，以后我是议员，你只是一间庙的主位尔咧。到时阵庙的若是有问题要处理，你嘛需要靠我这议员来替你瞧啊。搁再讲啦，我甲阮阿兄吼拢是庙委员，啊，加上阮姊夫一票吼是三票对你一票哦，阮是较大声咧。金毛叔啊，我是可靠你啦。以后吼，较尊重我这边的意见啦，因为今麦已经是民主时代啊，是要少数服从多数哦。既然金宝姐无意见，这代志咱就来决定啊，嗯。金宝姐啊，
唔管怎讲，也是多谢你的好意。林兄，咱继续来拜票。好，我这部分嘛处理好势啊，我陪你做伙去。好，好啊。林伯姐，你来行哈。本来以为要人到阮李家的牛啊，几乎毙命。我着用徛关山看马相谈，想袂到因即摆全家为了要拼赢这场选举，竟然心肝拢捡做伙。若真正叫水同选调咧，以后换我来听伊，安尼我敢会动一下。前山不是行，后岭较行边。老水道，你们俩准讲，你倒着就算赢。我今天来是要跟你讲一个好消息。什么代志啊？恁公司的资料我研究了后，我发现凯莉离职之前，利用伊的职务，把公司的代理权抢过，而且佫把恁公司所有客户资料诈走，安尼就是有问题。你的意思是讲，我有机会用土地公道？无唔对，若是让我查到伊有违法所在，我会随对伊提出告诉，替恁争取一寡赔偿。多谢你，若是用争取一寡赔偿回来。对处理公司的这个有真大的帮助呢。啊，不过我嘛老实跟你讲，这甲恁卖假药啊代志是两回事。就算讲凯莉的代志搁会成，也袂用减轻你的刑责。我知影啦，错袂用怪别人，干那应怪警方糊涂。所以咧，我讲我同因甲警方见面。这点我有跟伊讨论过啊。照目前的情形看起来，恁两个拢要脱罪是无可能的代志。目前上好的办法，就是一个人把所有责任拢担起来，另外一个留伫咧外口想办法处理恁公司的债务。安尼，这是上好的一条路。我知影安尼的选择对你来讲是真困难的。当然啦，恁阿母若是认为爱共行共命，爱做伙承担责任，我绝对会尊重。啊，不过三年的刑期，毋是讲恁做伙打落来，一个人做一年包就会用的啊。无你卡是一个人判三年，另外一个人做较轻判两年，这对恁来讲，两个人拢去关是上好的选择。这我了解。我安尼建议是对你上有利的办法。一个人若是留伫咧外口，会用照顾恁的囡仔。凯莉那边，咱若够赢摕到赔偿，就用解决恁公司的债务啊。过几年啊，等风波过去，恁同款会用的团圆。那呢，我甲建宏，你建议是啥物人留伫外口较好？这我无方便甲你建议。啊，不过。应该是有能力处理恁公司债务的人留伫外口较好啊。其实留伫咧外口应付债主的人，嘛未比关伫内底人较轻松。这着要看恁阿母要安怎横向合作。公司的代志拢是建宏在烦恼的，伊处理起来当然比我较熟手啦。这我着袂用替你做主啊。啊，不过若是要告凯莉。我确实需要一个对公司较了解的人来跟我斗相共，安尼我才能提到搁较侪有利的证据。建宏伊当然是比我较了解，不要紧啦，这无着急，还佫有时间，你应该斗斗想。我咪甲建宏讲，
到时看你阿公要哪做决定。多谢你。时间到啊，安琪，你怎么拜托你了？那是在家，就不应该陪在弟弟的身躯边啊。阿姆哥安琪讲了无唔对，建宏留在外面，只好多处理这步。这步若是因赶紧幸福清，对阮这个家才有未来。弟弟唔才应该过阿阮的生活。我嘛唔敢，我家己也感觉真怀疑的。恁自细汉我安尼甲恁教育，敢讲我的教育失败？我安尼教恁，我有唔对了？爸，你当然无唔对啊！别问了，你要勇敢面对。建宏安尼做唔对代志，我若替伊甲追打起来，到底是对还是唔对？叔啊，恁是人无爽快哟，那面色无通好呢。煞毋知安尼哦，烦恼离婚的代志啦，烦恼到袂睏的啦，啊，食也食袂落去啦，叫身体要哪会堪的？你安尼袂用的啦，身体唔够，要让恁离婚艰苦的吼。啊对啦，这水果是小女儿到底咧卖，专工吩咐我摕来恁食的。哦。啊，无今毛你才替我甲小女儿讲多谢啦吼，多谢伊的关心啦吼。好啦，我再讲。啊，好。今毛。你今仔来是毋是恁咱市遐有啥物进展啊？吼，讲到这吼，都要甲恁讲歹势啦。阮咱市即几工吼，透早就出门，啊，我换只入门，倒来到厝就关喺房间啊，在咧看资料。我嘛唔敢去遐交叉，所以都毋知影即马到底情形安怎。唉，是讲若真正有好消息，安琪应该早就甲阮讲啊啦。他们讲咱离婚，真是有影大一点，安尼红肝的，啊，拢未交保的哦。是哦，安琪哦，什么咧研究啦，啊，你哦，莫伤过紧张啦，心肝放较开咧啦，哦，我专业去处理就好啦。好啦，好啦。我煞想叫别个哩，我怕过烦恼离婚的代志，我煞袂记我今仔社区大学有课，今仔几点？几点啊？要三点。啊！我上课要迷糊啊！歹势，你才坐坐，我来去坐。哎，哦，是你啦，坐来坐。啥啦？我大概小可戆戆。哎呦，知哦。哎，但你这管咱的身体是要安怎去教啦？我看哦，你今日去也请假好了。哎呦，袂用的啦！我顶礼拜就请假啊！你是啊，这个时间学生唔早就到教室啊，啊，今嘛才请假，对遐学生哦，讲袂过啦，啊，佫。顶礼拜请假，这礼拜佫无去上，安尼对学生足歹势啦，唔好啦。系啊。啊，无安尼啦，无规矩，我替你来教。你要替我？哎，妈。
那我意思麻烦你啦。那安尼讲啦，我是惊我无像你这么高干，不过你放心啦，明日你落去。安尼嘛，好金毛去教啦，吼。安尼哦。好啦，等下歹势无，就麻烦你呢。我跟你讲吼，你去你就甲学生讲，就顶摆我教因迄歌吼，啊叫因唱哦，你听看麦啊，啊倒位啊唱了无好，你才甲因调节就好啦，吼。好啦，啊你著加休困。 多谢，多谢，好好，多谢你哦。多谢，金芳。等下金芳要替你去教，你是咧拖什么大鬼啦？我是感觉足感慨啦。你甲看卖，从咱离婚出代志到即马，你看已经偌久啊？建宏连敲甲一通电话吼来忏悔一下都无，伊拢安尼无声无声的。 哦，阿麦讲干那健康，千家一病也同款，今甲即马嘛是阁无啥无说。电脑吼是金凤安母仔囝，伊安尼替咱伫咧走动。我真想想的吼，我对这健康吼，真想也是彻底哦足失望的。看你到底有啥身体吼，是拄仔咧无爽快，你就讲吼，啊我找了医生看看。我都干那读个小可戆戆尔，无要紧啦，咱咧几啊遐有遐读个戆的药，我凊彩食一粒就好啊啦。药啊，顶回我就摕去病院哦，迄个人回收我啦。啊，但药啊袂歹啊，你若摕去单调啦。嗯。什么咧袂歹？迄药啊有限期的，对不对？啊，你就是安尼啦。大物件吼，拢安尼乱吃啦。我就是惊讲你哦，身体食歹去。 应该头壳痛，几多种哦，爱去哦医生检查，啊对症下药，莫乌白食，食到尾啊吼，拢全出问题啦。好啦好啦，讲道理吼，我讲袂赢你啦，安尼好无？啊，头壳讲都头壳讲，啊食药啊分遐济种，好啦好啦，听你的啦，听你的啦。好啦，来，我出来看麦。好啦，来来来来来。哎，你甲我咱两个三组队。 手还放较低哦。诶，思怡，侬已经三点外老师开还袂来啊？唔知呢。安尼哦，较甜，较甜，手较软诶。较软诶。嘿，嘿，安尼，好。各请问一下，恁赶去踮只上课对无？嘿，对啊。啊，恁宝珠老师咧？嗯，唔知呢。啊，上课时间已经到啊，凡说袂来哦。是安怎？啊，伊人无爽快，顶礼拜就请假。 多谢。多谢，多谢。对。恭喜吧，恭喜吧。对。大家好，啊，我是林宝珠老师的朋友，今日来代课。你也是老师的朋友哦。 嘿啊，谁啊？遐？啊，无啦，拄好嘛有一个老师的朋友来找伊，啊，才走尔。你是讲拄只行出去迄查甫人？嘿啊。迄个人的朋友，咱真认识，敢真是伊？老师，安怎称呼？我叫金芳啊，坐啦，坐咧。以前伫个歌戏班，我是拢播小段。 今仔日临时来代课，有较晚到，后阵若是阁有机会来甲恁上课，我就会较准时。还无咱即摆开始上课。啊，恁宝珠老师讲，希望恁今仔日先复习进前家庭遐的手念，还无咱今仔来复习罗马调吼。妈，妈，来，你莫去啦，我来就好啊。我来去啦，我家己摕来去互离婚啦。好啦，好啦，你安尼只好医生看断啊，你阿妈咧拍拍走啦，要离婚的物件都叫离婚啊，摕去就好啦。 啊，我想讲，我家己摕来，妈，你先去摕一下，我来就好啦。来，你安尼去啊，看袂着我去嘛，无效。也艰苦。较济啦。来来来，其实最主要的意思。我来看相啊。哎，你来拄仔好，我妈等咧烦恼离婚的代志呢。啊，安琪。安琪，阿姨，你先讲。哎，安琪，来来来，坐啦，坐。安琪，啊，你离婚怎么安怎哈？阿姨，你是要向你烦恼啦？ 离婚看起来真心袂歹，我的一张证书你敢会记面？哦，拜托，你赶紧安排我甲阮离婚见面吼，好不好？是安怎？我那个今麦还阁袂当看离婚啊？
离婚哦，伊去用禁见，一定是迄个孙啊，到今个唔肯出来投案。恁是要怎样激动啦？其实我有甲建宏见过面啦，是我口讲伊暂时卖出面的。啥？你叫伊卖出面？咱哪稳离婚命啦？我有我的考虑。你是咧考虑啥？你是律师呢，啊！你的工作咧替阮离婚辩护，回国建宏放出来。哎，你唔是，煞顶底帮助一个逍遥法外的人，啊，互不过人咧互关哦。哎，咱借问一下吼，你是读倒一挂法律哈？你咧胡编乱舞，那恁这件代志就卖管啦，我请别个律师来处理就好啊。玉凤啊，你想卖冲动啦？我听安琪哦，快讲什么考虑啦，哦。林校长，阿姨，恁的心情我当体会，啊，不过请恁一定要相信我。我会安尼做，是以离婚啊，搁有建宏因翁仔某的利益做考虑的。因为伊目前的状况，离婚要脱罪较困难。啊，不过顶多是建宏，伊若是愿意做切割，法官是无法度定伊的罪。你即摆意思是要叫阮离婚替建宏担罪去坐牢？想下嘛啦，我是拜托你来救离婚，唔是叫你害伊的呢。你母规波无救伊，煞等你个杀了满地青稞，你要利用阮离婚来替建宏担罪哦？啊，然后我是请你要创啥？啊，然后我们就搬石头讲家己的脚。哎，法律吼讲的是公平甲正义啦，啊，你安尼做吼，对离婚敢唔公平？你敢有考虑到离婚的将来跟阮家属的这心情？林校长，我就是考虑过社会的代志，才安尼处理。这目前的情形，就算讲是建宏出来投案，伊把所有罪拢打落来，连阮赶快闪袂过，要到最后就是两个人拢去坐监。啊，当然爱想办法，让离婚无罪啊！啊，无是请伊来创啥的啦？敢讲你对家己还无信心吼？就算讲我告赢，把离婚放出来，换建宏去坐监，离婚敢就无代志？因公司的债务遮尔啊多，离婚敢有材料一人面对？遐代志，等下出来再讲啊。等到迄个时阵都袂赴啊。到时离婚一定有遐债主，要甲走投无路，无就安心啊过日子。这比关在内底搁较痛苦，搁较危险嘞。按讲，若换作是建宏，伊较有能力去处理遐债务，无你较运气好，等离婚放出来，建宏应该遐债务拢处理好势啊。迄个时阵，因阿母赶快会用个重新开始，安尼毋是真好。我安尼考虑，就是咧顾全因的将来。真正赤鬼拆药单嘞！离婚了，真正互判刑去互关，伊的前途名声都乌有去啊呢！啊，现在伊又变啥款啊？而且建宏到即摆搁闭起来，毋肯负责，伊敢有可能去处理遐债务？恁的毋甘甲顾虑，我拢知影，所以我也袂勉强。啊，不过我已经把我的想法甲您讲过啊，要怎做决定，伊甲我讲。你哪样甲离婚讲这个代志啦？你是甲讲要创啥啦？你敢知阮离婚是足善良的呢？伊若听你安尼讲，万不利，伊若想袂开，伊会真想要去替建宏担罪，你知无？哎呀，你若要安尼啦？你该参谋是我这个吼案情的代志啦，阿姐啦，来，就这样。啊，多谢。来，对。啊，多谢。恁查某囝的代志，我听一挂风声，啊，这么情形是安怎？敢有法度替伊脱罪啊？伊就讲无可能啊，啊，甚至阮小妹替红世担罪，真正唔知律师的职责是哪扣着。你若是有想要换一位律师，我会替您介绍伊两位律师。歹势，这是我当来处理的案件，请你莫插手。
你看起来真少年，拍官司的经验应该不是真多吼。也不过你的态度真骄傲，以我所了解，愈大牌的律师对人是愈辛苦哦。你唔知头唔知尾，你凭什么批评我专业的判断？好啊，陈德，这是阮的家内事，阮家己处理了吼。阿姨，我知影你无得接受，啊，我请你一定要认真想看卖，就会知影讲我安尼做是大家拢好。你好好考虑一下，我先来走。这律师是对我请的，那态度这么歹啊？阿姨，都去了。哎，丽芳。你敢不是要提物件去离婚？你好出门啊啦，你去紧提。我先来，刘大，你提一下，我先来。我先做你。正德，啊，恁来阮家找阮有啥物贵事呀？太衰啦，也无甲恁通知就走了。我是去你上课所在找你，啊，恁遐学生讲你身体无爽快，伫厝里休困。我唔只能甲你关心一下。你去学校找我？啊，你敢有看到老师？你无去，哪会有老师？哟，对啦，是讲迄落，真的，我即阵啊吼，人无啥爽快啦，啊，所以我应该即阵啊，我袂去上课，我袂去遐教学生。我会休一阵啊，休出大阵的，所以你唔免去学校找我啦，吼。啊，好啦。其实，咱是为了金凤的代志，我也无想要来搅扰你。最近敢有金凤的消息？无啦，我唔是要甲你讲啊，我甲金凤啊都拢无咧联络啊。哎，是讲正着啊。啊，你若真想影有迄个心要找金凤啊？啊，凭你的能力，你哪有可能会找无人？我看你敢是根本无去找到原因咧。哪会无？我不但有去警察局问过，也有拜托一寡人面较阔的朋友替我斗找，毋知影开偌济时间，开偌济金钱，拢无伊的消息。啊，毋知伊是出国啊，还是跳江在闪避啊？啊，都是找无因母仔囝的下落。我即马真正烦恼的是，因母仔囝的生活到底是好还是无好啊？你嘛是做人爸母的，我是为了你查某囝来一个烦恼，你应该会体会我这个做爸爸的心情。拜托你，让我甲金凤因母仔囝见一下面，好不？你一定知影因的下落啊？唔知啦，我法度甲你讲，我唔知啦。校长啊！我知影你一定袂讲白贼，我请你甲我讲，金凤英到底伫咧倒位哦？金凤啊吼，金凤啊，伊这代志我是较无了解啦。对啦，正对啊，我都讲真想伊啊，阮都唔知个人伫倒位啊啦。啊，我若要知影吼，我早都甲你讲啊，对不？啊，若是会当互你照顾因母仔囝个生活，安尼对因敢毋是前途较好，对不？三十年啊，啥都拢找无因，也毋过我绝对袂放弃，我会继续找，找到我死为止。这世人只要有机会，我绝对会好好保障因母仔囝。歹势啦，甲恁交代，我哩好好保重。多谢。我先告辞啊。好，顺便。好，顺便。拄则安尼，嫌我讲到有够，你知无？我家厝人啊，对，安排你讲白贼来讲到是。你讲啊，咱这是善意的谎言啊！你，较早吼，我拢一直认为讲这政敌啊是一个薄情郎啦。啊，不过即摆我甲看起来吼，这政敌啊三十年来，拢一直继续伫咧走找金凤啊下落呢。
你甲看性格安尼哦，你金凤也是下真深的感情落去啦。嗯，啊，不过都可惜，可惜哦，拄则咱也袂当，互因爸仔囝受人啊。哎，就知，其实当初时吼，这正德啊伊娶因某吼，伊嘛是不得已的啦。正德啊伊上爱的人吼，其实也是金凤啊。所以我咧看吼，啊是。无咱找一个机会，啊想办法，互阮一家伙也团圆，你想安怎？这款吼，咱也歹插啦，啊咧。金凤啊，捌交代啊，讲吼，正德啊，咱吼，唔卖有知影讲伊即马住伫倒位啊。啊，而且正德即马佫有某吼，查某囝伫个啊，这个代志好知吼，我惊讲会去破坏另外一家人啊。啊，你金凤唔得足可怜嘞。啊，金凤啊，即马生活吼，计了惯死惯死啊。卖去破坏伊平静啦，到时间惊吼，都天下大乱，咱都无啊咧。小姐你好，你好，三栋快买嘞，花东三天两夜，两千块五张哦。你好，三栋快买嘞，我三栋快买，谢谢。哎来，你好你好，啊，你三栋快买嘞，花东三天两夜，两千块五张啦。好，来，小姐，快动快动哈，好，两位好，谢谢谢谢。来，请进一下，请进一下，恭敬点，阿伯啊，拜托拜托，好。支持拜托拜托，等下各位乡亲，目睭上来看清楚啊！我的俊杰才是大家的乡亲，在地乡亲啊，真正的高义人，爱报国报家啊！各位乡亲啊，咱老水东哦上讲义气，希望各位乡亲哦个斗支持，票啊转给伊啊！等下，拜托拜托拜托，拜托你哦，拜托汉贤，拜托汉贤，拜托你哦，拜托拜托。恁的选情哪这么冷哦？袂啊，各位乡亲都遮热情个啊！热情，乡亲随同甲别人咧热情咧。来生做一半枝，点点做你。